又见面了，老板。你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知道？该交保护费了。什么？前两天不是才交过吗？这一点能够恕我？不要使用暴力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给我等着！给老子别动！你觉得你的拳快还是我的枪子儿快？七步之外，枪快；七步之内，拳快。
么样，我一起兴奋作浪，势力不断的扩大，就像宇宙的扩张。放眼末日景象，情绪开始紧张，我能察觉你的恐惧，最好将其隐藏。唢呐之处魂殿安定，横扫千军万马，杀尘无情的淹没了昔日的繁华。这个世上适者生存，无耻的纷争，照应之下又是谁在沉沦？一片漫无边际的沙漠，寻找不到希望的下落，时间是唯一的寄托，强者怎会甘于寂寞？一场令人窒息的风暴，将所有的恐惧都笼罩，没有预兆就已来到，是对弱者的哀悼。